给小雪一颗小黄心，给熊妹一颗小绿心，给小贝一颗小蓝心，给大宝一颗小紫心。老师，不应该给我们小红心吗？怎么变成其他颜色了？我也想给你们小红心，可是童话王国的小红心不见了。什么？不见了？没错，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。那以后我们不就得不到小红心了吗？我不要。熊妹，别哭，我们去奖品王国再找一个小红心就好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你们是谁？来我们奖品王国干什么？奖品国王，是这样的，我们童话王国的小红心不见了，所以想让您再给我们派一个小红心。什么？怎么会不见呢？你们先等着吧，等调查清楚，我会给童话王国再派一个小红心的。国王，谢谢你。放开我！你们快放开我！既然找到了，那你们就自己想办法让他回去吧。小红心，你是自己离开童话王国的吗？快跟我们回去吧。我不回去。啊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小雪100分，小贝98分。这次考试，小雪是第一名，奖励你一颗小红心。你要继续努力哦。谢谢老师。哼，太好了，我又得到了一颗小红心，这一下我就有100颗小红心了。哼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只是粗心了一点，要不然小红心就是我的了。小贝姐姐，别生气，我相信你下次肯定能得到小红心的。你走开，别在这里加红心了，我不想看到你。喵喵喵，我吃完了。熊妹真棒，奖励你一颗小红心。太好了，大宝妈妈谢谢你。哼，能吃有什么了不起？有本事我们比别的。比就比，你说比什么？那就比谁最先把房间打扫干净。我扫客厅，你扫厨房。快开始吧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熊妹用时10分钟，大宝用时15分钟。我宣布熊妹获胜，再奖励你一颗小红心。又是我赢了，大宝，你现在服了吗？不服，不服，就不服！熊妹，你竟然敢抢走妈妈给我准备的小红心！从今天起，你不要再来我家玩了。大宝，你怎么和朋友说话的？我们不再是朋友了。不是就不是，我才不稀罕做你的朋友呢！你们都是最好的朋友，却因为争着拿小红心天天吵架，这都是因为我。如果我离开童话王国，你们就不会吵架了。所以你才离开的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小红心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我们做错了。对，是我们为了得到小红心相互争抢，不仅伤害了朋友，也伤害了你。我们向你道歉，以后再也不这么做了。你能原谅我们吗？我们还需要你监督呢，你就跟我们回去吧。这小朋友们，你们说我要不要原谅他们和他们回去呢？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我喜欢卡卡，我翻啊，太好了，是大鸡腿。妮妮是我的最爱，我翻。哇，是蛋糕。我选帅气的彼得。啊，怎么是巴掌？那我选可爱的熊孩子。哇，是榴莲。我选小淘气辛迪。是我最喜欢吃的臭豆腐。那我选最厉害的土佐大人，我翻。哇，是假的，好疼好疼。原来土佐大人是假的。炸弹出现，熊妹淘汰，到我了。好吧，乐迪飞得最快，我选乐迪。啊，怎么是辣椒啊？喵喵喵！好了好了，我喜欢粉色的小爱，我翻。耶，是宝葫芦。这一次我选卡文。好大的鸡腿呀！我选最帅的酷飞。啊，怎么是指压板？我跳我跳。小雪，你运气也太差了吧！哼，小贝姐姐，你还没选呢，就剩5个超级飞侠了，到底哪个才是炸弹呢？哎，对了，我有魔法透视眼镜，我戴。原来皮皮才是雷呀！小贝姐姐，快点翻呀！嘿嘿，我选包警长。哇，怎么是作业呀？透视眼镜怎么没提醒我呢？我选工程师多多。哇，又是大鸡腿。我选小青。天哪，是王冠！就剩下金宝和皮皮了，哪个才是安全牌呢？小朋友们可以告诉我吗？支持金宝的白走111，支持皮皮的白走222。那我选金宝。什么？你不能选金宝？为什么？因为皮皮是雷呀，我要选金宝。小贝姐姐，你怎么知道啊？我刚才已经用透视眼镜看过了。啊，我怎么说出来了？小贝作弊，游戏结束。哼，小贝姐姐，你竟然作弊，我不跟你玩了。不要啊，小雪。这次我们跟大家一起玩吧。好吧。斗罗大陆撒雷游戏现在开始，请大家出牌。我出小五。我出弹幕白。我出奥斯卡。我出马红驹。
全体安全，这是给你们的奖励。哇，是棒棒糖！喵喵喵！游戏继续。怎么没人出唐三啊？我出唐三。炸弹牌出现，熊妹淘汰。原来炸弹牌是唐三啊！熊妹，都怪你，游戏刚开始就结束了。行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好吧，游戏继续，重新出牌。我出宁荣荣，我出朱朱清，我出比比东。炸弹牌出现。好疼，我不玩了。我们只剩三个人了，怎么玩呀？小雪，你们在玩什么呢？我们在玩扫雷游戏。我也要玩。好吧，新娘快开始吧。这一轮我们玩叶罗丽扫雷还是汪汪队扫雷呢？大家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。哇塞，是神魔！喵喵喵！天，快离开，不能吃熊妹。美味的神魔，我吃。不能吃，大家离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吃？我也不知道，刚刚我妈妈也这么说。奇怪，大宝熊妹怎么不见了？对呀，刚才我还听到他们的声音了，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？不好了，我们快走！小海龟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来不及解释了，别！现在安全了。小海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见过大宝熊妹他们吗？对呀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这样的，才发生了什么？不对，小海龟也不见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大家都去哪里了？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去问问人鱼公主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我好疼呀！小鱼，你怎么了？我受伤了，你们可以帮帮我吗？当然可以，魔法水晶。小鱼去哪儿了？小鱼怎么也不见了？我看到了一张大网，然后小鱼就不见了。小海龟消失的时候也是这样，这也太奇怪了。我们还是赶快去找人鱼公主看看吧。人鱼公主，你快帮帮我们吧！怎么了，小鱼小贝？人鱼公主，我们的朋友突然就消失了，看到他们的小海龟也消失了。对呀，就连受伤的小鱼也是，每次都是一张大网出现，然后他就是不见了。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，你们跟我来吧。大宝熊妹，原来你们在这里，还有小海龟和小鱼，你们都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不过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人鱼公主，为什么大家会突然消失，出现在这里？这就说来话长了，是这样的。金水母呀，喵喵喵！我也去，喵喵喵！我的肚子好痛啊！我的肚子也好痛啊！魔法水晶，进化的力量。太好了，我肚子不疼了。刚刚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们吃了水母会突然肚子痛？是因为海洋污染太严重了。刚刚你们吃的不是水母，是废弃塑料袋，所以才会肚子痛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又出现这么多垃圾？进化的力量就是这样。因为人类一直在破坏海洋资源，往河里海里乱丢垃圾，导致海洋动物们都生病了。现在只有这里是安全的，外边已经都被污染了。原来是这样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每年都会有10万只以上的海洋动物因为这些垃圾受到伤害，甚至丧命。不乱扔垃圾，就是保护海洋环境最重要的一步。选系统桌了，起源之力还是虚空之力？当然是起源之力了，起源之力肯定是高考。选起源之力还是虚空之力？我要选起源之力。小雪，你确定吗？当然，要起源之力的肯定都是好同桌。选起源之力还是虚空之力？我要选虚空之力。好吧，给你。艾莎怎么这么轻易的就同意了？我肯定选错了。等等，艾莎，我要换起源之力。不行，不能换。我不干，我就要换。这大家说我要不要给熊妹换呢？要的发送999，不要发888。哎，行吧行吧，我同意了。哎呀，带着我的新同桌去学校了。现在可以摘下眼罩看看自己的新同桌了。我的新同桌怎么是毒组？我的新同桌是曼德拉女王。不要了，我的新同桌怎么是孙悟空？完了完了，他可凶了。小妹，你不要害怕，我来童话王国是来找同桌的，不会欺负人的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我可是孙悟空，从不骗人。哇，孙悟空真好。那土佐，你也是来童话王国找同桌的吗？当然不是，我是来收集虚空之力的。快把你们的虚空之力都给我。我的虚空之力卡片。太过分了，土佐，你居然抢小朋友们的卡片，我要消灭你。孙悟空，我已经拿到了虚空之力，现在你打不过我的。现在该怎么办啊？小雪，不要慌，看我的禁之力。怎么没用？
当然是因为我有虚空之力啊。哼，我有办法，看我的起源之力。我的虚空之力，太好了，我也有起源之力。你们太可恶了。哼，我们才没有你可恶。大宝，你也可以用起源之力，我们一起把屠苏赶出东皇王国。可是我没有起源之力。是吗？那现在要怎么办？现在你们拿我没办法了吧？谁说的？还有办法。小朋友们快发送起源之力，我们一起打败屠苏吧。哼，小朋友们才不会发送起源之力，他们肯定都会发虚空之力支持我的。黑眼魔王，把我的尾巴还给我。不还，我还要给我们全家都穿上你的尾巴。这是老爹的，这是可可的。这下我们也是美人鱼了。你黑眼家族，你们等着，我会再来的。小雪，小雪，快开门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我来了。啊，你是谁？对不起小雪，我知道我这个样子有点奇怪，但我没有办法，我的尾巴被黑暗魔王拿走了，这是我向八爪鱼弟弟借的尾巴。你的尾巴被抢走，是谁这么大胆？是黑暗魔王。黑暗魔王还把我所有的尾巴都分给他们家里人带了，我现在一条尾巴都没有了。小雪，你能帮我要回我的尾巴吗？嗯，我愿意帮你，我们走。黑暗魔王，快把美人鱼的尾巴还给美人鱼。我才不还呢，我喜欢人鱼尾巴。你说吧，你要怎么样才能答应还尾巴？要我还尾巴也可以，那就再拿来一条比人鱼尾巴更好看的尾巴吧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天鹅叔叔，你的尾巴可以借给我们吗？为什么？我的尾巴是用来保持平衡、控制方向的，没有了尾巴我就会跌倒的。那我们不借了。没想到天鹅的尾巴如此重要。天鹅叔叔再见。海豚弟弟，你的尾巴可以借给我吗？鱼鱼姐姐，不好意思，我的尾巴不能借给你，没有了尾巴我就不能游泳了。好吧，小雪，我们借不来尾巴怎么办？一定有办法的。美人鱼，我们再去前面看看。小蜜蜂们，你们的尾巴可以借给我吗？你要尾巴干什么？是我要的，我的尾巴被黑暗魔王拿去了。黑暗魔王说必须再给他一个新尾巴，他才肯把尾巴还给我。是这样啊，可是我不能借给你尾巴，我的尾巴是用来保护自己的，没有了尾巴我们会受到欺负的。是这样啊，那我再去找其他小动物看看吧。松鼠弟弟，你可以借尾巴给我吗？不可以，每天这样大冬天了，要是没有尾巴我就无法保温取暖，我会被冻僵的。啊，没想到你的尾巴有这么多用处。松鼠弟弟，我们不借你的尾巴了。小雪，那我们现在去向谁借尾巴啊？我有办法了，走，我们去找小精灵。美人鱼，你的尾巴呢？被黑暗魔王拿走了。黑暗魔王真可恶，你们是来找我帮忙的吗？对，小精灵你真聪明，黑暗魔王必须要我们再给他一条尾巴做交换才行。给，拿去吧，这是一条魔法人鱼尾巴，黑暗魔王肯定认不出来。小精灵，谢谢你。小雪，我们快去换回我的尾巴吧。黑暗魔王，给你，这下你可以把我的尾巴还给我了吗？啊，这个是比你的尾巴好看，我不要了，给你吧。太好了，你把我其他的尾巴也给我。都给你，真小气。小雪，我现在要回海里还给八爪鱼弟弟尾巴了，谢谢你帮我要回尾巴，以后有困难你都可以来找我。我走了，拜拜。关注我，我们下次再见。